民国41年咯，哦，那个时期的台湾政府刚搬迁来台湾，哎呀，你看41年，8月的报纸，那38年12月，国民政府才从大陆搬迁来台北，是41扣掉38，应该是3，啊，但是才8月份而已，所以连3年都不到呢，你看。那个时候当然就是流行，就是推动反攻大陆啊！你看，连那个唱歌都唱反攻、反攻、反攻大陆去。然后你看那蔡全歌哦，蔡全歌也是要那个什么反攻大陆的。你看，一支总头就是罗指头，换一军啊，换一单单，这里单这里双一单。共匪卖炸的江山，希望大家善讨炭，台语就是那个赚钱加特炭，擅长于打赚钱的加讨炭，打回大陆无为难，有吗？二支总头两双好，共匪杀炸的同胞，实在欺侮到到到，那台语就是讲欺侮到到到，那是欺人太甚了。伊吼，软道为连拖车吼，挂、哦、人伫我尾，佮含头壳啊，佮卡，佮拱吼，卡啦，卡物件咧敲，卡无去个卡车，哭哭三支枕头换三星，三支枕头换三星，大陆同胞最可怜。反攻解救最要紧，是要活捉史达林。活捉史达林，苏俄领袖的史达林呢？共联苏联的领袖呢？史达林。你看那个，如果是押韵的话，恩联是安，不是恩呐、啊？锦恩林恩，所以不完全有押韵呢、啊。四支总头换四红。军民合作是应当训练擒拿猪毛党，加强今年大反攻哦。然后民国41年8月的报纸，你看有这个蔡全歌，他、啊、这个不晓得传多久大陆沦陷了38年12月，那就是要。进行反攻大陆的任务了，五支总头无快用，无地用就无处用了吼，无地用就当然呢，这应该用台语念了。死猪毛会闹和平，此次反攻引得胜，四海有名中国兵。六支总头换六连，应该是连长的连了。啊，七只总头换七菜，大陆同胞快悲哀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台语念的了。大陆同胞的悲哀啊，就是说大陆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悲哀的情形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，很悲哀啊，快悲哀，台语的悲。块悲哀，一块一块嘛，一块一块，一块一块。大陆同胞的悲哀嘛，就是说大陆同胞正陷在水深火热、痛苦生中和环境中，被关在铁幕了，被共产党统治嘛。啊，解救同胞出苦海，迎开太阳现出来。八支总头换八仙了，全达。共匪替苏联，军器粮草，准备变了哈，准备什么变？准备便便了哈，台语爱台语念啊，准备便便，准备好了嘛哈？那什么字啊？斩后，斩要出谋斩呢？斩死猪毛，做烟肠，烟肠的台语也烟钱，烟肠烟钱就是香肠啊。香肠你知道吗？用鸡的还是鸭的肠子灌那个
灌那个肉，灌那个香料，用火烤，切一片一片的，加蒜头那个。吃素的不能吃那个肉，不能吃蒜头、葱姜蒜，这些气都不能，五荤都不能吃。现在要推动素食防疫防新冠肺炎，啊，帮助环保，救地球。人家英国人增加300多万人吃素了，台湾吃素了这么多，推动那么久了，推行那么久了，他也有300多万人吃素了。哦，2020年日本东京奥办举办奥运了，不过因为新冠肺炎延期到8月、7月7月下旬到8月初举办。哦，有一次看到那个得金牌最多的是英国嘞，英国的得金牌最多嘞，后来不晓得有没有变。台湾的打羽毛球双打嘛，哦，也有得到金牌的，举重也有得到金牌的，打羽毛球的戴资颖嘛得到银牌的，哦，还有其他的表演的还有得到银牌吧，男子体操好像也有得到银牌。很优秀的也很多，高级镜头啊，换9只肿头，换快刀，反攻任务砸肩头，共匪遁地也难逃，也难走，也无处走。我这里不晓得什么，陆海空军四面包，10只肿头换总开啊，引导，反攻总蒋总裁。应该是彩啊，你现在应该是衣服的衣，打倒苏俄猪毛派，欢迎三军荣归来，无出总头换队队，苏俄共匪做乌龟，哎，那个提到做乌龟了，不通没不通，通用台语念唔通，就是不可以的意思啊，勿听，听这个应该不是餐厅的听，应该是视听教育的听，听。听东声，听声音的听才对，这个多一点，一横一撇也不对。不通听，不通误听，尖回嘴吧，将来无所通可归。你再用台语念，用台语念，无所通可归就是无归家之路了，无归处了，无住处。是这个人的名叫吴作慈吗？住呢，总头就是指头，手指头。啊哈哈，民国41年的，什么报纸的读者园地啊？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啊，但是这个是报纸，到底是什么报不清楚。